3月18日，韩国型男赵汉尚、武打女星惠英红等出席电影《冬恋望日》发布会。这次电影有大部分场景在韩国拍摄，小红姐坦言更要苦学韩语与饰演儿子的赵汉尚沟通。活动上，赵汉尚更表示这次是为了惠英红而来，更舍不得离开香港。而小红姐也大赞对方又高又帅，而自己对于男友的选择则不会选择这一类型。在网上是看了他的一个电影，然后就看了他好几个广告，然后就看了他一些资料，我觉得他很帅，然后太高了，我就觉得他是很高。韩国的男生太帅了，我喜欢不那么帅的，太帅没安全感。早前因拍剧而意外受伤的惠英红透露，目前伤势还没完全好，在用中药治疗。电影里的动作已尽量迁就伤手，不过另一只手却感到了疲劳。不过最近就一直在敷那个中药啊，然后所有动作都在拍的时候都没用这个手，用其他另外一只手。可是另外一只手因为常用了一个多月啊，有一点好像是过累了那种疼。